开始解说活动呢，差不多再过五分钟就会开始了。如果现在在地毯区的来宾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到栏杆后方稍候一下。提醒现场来宾，馆内是全面禁止使用闪光灯的哦。如果要拍摄的话，先检查一下手机、相机的闪光灯有没有关闭，再进行拍摄。谢谢大家的配合。闪光，它是荧幕截取画面的那个亮亮。哦，那边没有。极可爱。